压力。对啊，不要有压力啊，真的不要有压力。为什么可以到十二点啊？不用压力。哭啊！到两点也没事啊，对不对？给我个信号。可以开了，八点啦！给我个信号，给我个信号。我刚才以为繁星肿起来，我的车没有，我就看到下面有没有，我就想说，哎，繁星头上有一个包。你惊讶要不要重新打？惊讶？为什么？没有那个啦，诺音诺音塔，诺音。干嘛？我的串流打不开，醉啦！醉啦！我都有在偷看哦。等下都不能看哦，不能看别人哦，不能看聊天室哦，剧透哦。看啥？聊天室，聊天室有些会剧透哦。啊，可以可以可以，是一堆剧透啊，是一堆剧透。我是阿鬼，我现在都玩鬼，我是法官。好，那你现在都玩官啊？你现在都玩官？我是丫丫，我可以唱歌给你们听呢。不用了，没有了，不用了。那就先不用了，直接拒绝音姐，拒绝拒绝了。哎，为什么小雨是不同版本的？我怪怪的，对不对？对你怪怪的，你怪怪的。好，我再重开一次。你是鬼？小雨是鬼？你是鬼？那你上次不是玩就没事？对啊，我刚重灌了啊。啊，我把资料丢进去就怪怪的。他自己进来吗？怪怪。正在进，他进吗？这是谁？对对对对，进来了，进来了，没事，等小雨，我们顺便再介绍。好，好，好，我们这个角色呢？我们这一次一样，好不好？好人方有警长、医生、灵媒这三个，再加上一个新的叫间谍。好，间谍。对，所以好人方有四个职业。那警长好不好？一样就是可以刀一，可以他可以刀人，他就只仅限一次刀，他可能可以亮第二次啊，但我们就规定只能刀一次。那如果你刀好人的话，你就自己死掉。嗯哼，那你刀内鬼的话，就是内鬼会倒。好，对，那警长的刀人会比内鬼还要快，所以一定是你可以先手的。那再来是医生，医生是可以给人套盾，那套盾的对方就没有办法被刀。内鬼看到就会，他一直点，他就点不了。对，那套盾的人跟医生都彼此可以看到被套盾的人有蓝蓝的光。哦，对，那只有他们可以看到。那再来是灵媒，灵媒的话呢，其实没啥特别的，就只是第二天之后，就是船员被刀的案发现场，他可以看到有一个灵魂在那里。你就可以检验人家上一天说那里有尸体，那你就可以检验他说的对不对，因为你可以看到那里有一个小小的灵魂，嘿，他就只有这功能。那这一次呢，我们拿掉了工程师，哦，居然换上间谍。间谍是什么？他其实就像是诈欺师一样，我们的暴民狼人杀诈欺师，就是他虽然是好人方，但是内鬼看他会是红字。哦，所以内鬼会以为他是自己人，但是他自己间谍本身他是看他。他是好人方，所以他不会知道内鬼是谁。哦，那他呢也可以走地下道。哦，对，所以他就要想办法混淆内鬼。对，但是我们这边也增加，就是内鬼因为有间谍嘛，所以内鬼他们彼此也可以互刀。哦，内鬼可以刀内鬼，内鬼也可以刀互刀。对，刀那个间谍，然后而去拼搏，好不好？还有趣，可以到最后再来刀。如果你是内鬼，就不要那么快刀，不要那么快刀。那因为间谍他也是好人，所以警长枪不了他。好，对，就警长枪他的话，也是警长自己爆，警长爆炸。好，那还有上次玩的一个很特别，就是迷你船员。迷你船员就是他是一进去他就会超级小，那他有33%是坏的，67%是好的。他会随时间慢慢的长大，长大之前就是他未满18岁的时候都是无敌的状态。对，内鬼没办法刀他，警长也没办法弄他，对，只有投票的时候可以投他。可是如果是好迷你被票出的话，就全体失败。坏迷你被票出，当然就是可以继续进行，没事。那坏迷你他刀人的话 ，CD 是2倍时间，可是他长大到18岁的时候 ，CD 就是2/3。变快。对，那内鬼一样有两个职业，一个是清道夫，就是他有刀人跟清除。清除呢，就是可以把尸体给清掉，让人拍不了桌。
对，所以他可以跟自己的内鬼伙伴做配合，内鬼伙伴刀，然后他把他清掉，这样子就会很强。嗯，哦，那另一个内鬼就是上次大家很嗨的百变怪，他可以先采集玩家的 DNA， 他的技能就是采集 DNA，你就是比方说我在发宝旁边可以先点，那我就会采集了。那之后自己选择看什么时候我再按一下就会变成发发，对，但变身就只有一段的时间，那时间到它会自动回来，你不能就是自己切，所以你要自己小心自己露馅。对，那别人那个内鬼伙伴看你变身的状态的时候，他也会看你是红字，所以他不会就他知道你也是内鬼啊，不会说哎、你是发发就把你刀了这样子。那变身期间你拍桌的话也是本人拍桌，不会是你变身的对象拍。简单来说就是要小心，眼见不一定为凭，有可能他是百变怪。好不好，眼是百变怪。那就来试试看哦。好，接下来是正常的了吗？是吧，正常。我们有参考观众给的意见，视野船员视野 0.5 更少一点点。更少，对，这样子试试看，如果有问题我们再做调整。哦，慢吧。然后对，还有那个小草，小草就是抖 N， 被票的话会毒瘾，好不好？好，七八九十十一，所以这样设定应该没问题。再检查一次。好的。等我一下。好。我直播单这边有问题。小丑波波 ，OK OK， 警长，你们就是方法。讲到什么了？他是工程师。你们两个都是工程师。因为没有工程师，没有工程师，间谍，间谍。然后爸爸说他是工程师啊。工程师，我是高材师，我是竹哥上班啦。对，不能票他。那我们等诺音 ，OK？ 好的。好的。投票也是匿名的哦。糖糖要吃棒棒糖。你有两分钟哦。吃棒棒糖。可是我好饱。你为什么？那你吃棒棒糖。阿基，很烦哎。啊，我怎么看不到你们的样子啊？我也很奇怪哎。啊，你看不到我样子，你会不会移动啊？他可以移动，可是我看他用的 skin， 可以移动，可是我看不到你们的 skin， 就是所以一直看到我们是一般的人，就是没有特殊的 skin。对呀、啊，我也觉得怪怪的，觉得你没装好，你没装好哦。那我两分钟再速开一次，好，速开一分四十秒。讲完话之后还剩下四十秒，结束后立刻动作，扫戏后立刻动作，扫戏后不进一点赞，自己有当过兵的，我不，你说的好像你有当过兵一样，好像都有当过一样哦，你们好像都有当过一样哦，哎呦，在场有谁有当过？军旅生活呢？当过的在左边，领月啦，领月啦，领月吧。你也当过啦，我其实也班长要生气了。对啦，可是全部之旅当完整套。迪叔没有当哦，没有，我是国家废物。国家废物好，哎，不用太担心。迪叔，你不能说自己是废物，没有去当兵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啊，然后对自己有自信，对自己有自信。优秀人才，优秀人才。你接着这么听我，因为你这个地图炮会打到有点多人，打到蛮多人。对。你是最棒的，我是最棒的。你有什么怎么说？我是最棒的。开公屏呛人，你知道吗？哦，我很抱歉。小雨还有25秒，你好了，录音好了，剩小雨啊。我复制一下。看来是应该不行啊。哎，有，我进来了。可以哦，有了，我看到你们了，有了。所以刚刚没弄好。对，那就都看到了，就走起了。哦。看到他两个内鬼哦，一个间谍哦，关麦。关麦。麦。拜拜。北西哦，我好怕哦！等一下，怎么按？怎么按？怎么按？干嘛？
反正我本来在弄直播啊。不对不对不对，他干，他搞不好是内鬼，别气哦。找方法，找方法。哎呀，等一下，哇，他赶快跑欸，会憋坑欸。要被拍桌了，要被拍桌了，快杀掉他，快杀掉他。我玩不下去啦，很难玩呢。40秒，难怪卡那么久。结束了，太快了！出事了！每一
个杀光了是不是啊？杀光了，光了，我们一刀一清。对啊，我就想说怪怪的，刚刚在想要不要拆桌，可是哎，卢敏，你刚刚有没有看到有人跟你长得像？对啊，我忘记杀掉他了啦。可是你来回对四个五六秒哎、欸，深情对望哎、欸，我差一个任务而已、欸，我刚想说我去拍桌哎、欸，就被砍了。我也是想要不要去拍，你是觉得他跟你很像很可爱，不忍刀下去吗？不忍砍下去，我舍不得。我打不过，我都当你是警长，看到另一个你为什么不枪？我不因为大家都还活着、啊。差一个，没有，是眼直接飞扬他。差一个任务，他一定是坏人。就有第二，就只有那个啊，百变怪啊。好恐怖、哦！那个我在前面杀，然后百变在后面，不是一直清掉哎、欸。我首先遇到巧克力的尸体的时候，想啊吓到，哎、欸、怎么没有人发现，马上清掉，然后就拼命在找你。然 后面来一个可爱的企鹅，我就想说啊，是他，突然然后就被刀了。然后一整圈想要拍桌，然后就发现哎、欸，我的尸体不见了，我就想说。什么、啊？他们明明彼此不在，然后还可以这样神配合？哎、欸，可是你知道我是在你旁边变团团吗？我那时候没有注意到，好笑，好扯哦，我完全没有发现啊！行啊，有有有，我们那个视野可能太低了，大家都看不清楚，视野真的有点小。回到 0.75， 回到 0.75， 走很慢。那个内鬼的杀人 CD 是40秒，其实算是久的，四十秒啊，对，其实你准备就差点赢了啦，就差一个任务而已。对，嗯。而且他们因为一刀一清，就等于是每一个尸体都是40秒，四十秒，对，那其实时间是很久的，嗯，可恶。而且，因为你知道，他们因为一刀一清，他们彼此都认识彼此了，然后你那边在假装做任务，他们就两个人看着你。然后微笑，微笑、欸，微笑的看着，微笑的看着，两个人一样的 skin， 太扯了。没有，到很后面才发现啊，对呢，可以破坏，好按一下好了。对啊，间谍是可以看得到杀手吗？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就像炸气。我以为繁星是好人，知道吧？我以为你是坏人，你知道吗？所以他这边看到你们两个在后面，他可能也很安心啊，想说只是一般人。对，我想说，往下走看到尸体。好难过，烂眼，好惨，好惨哦！差一个任务，这次视野大家远一点了，好吧？可以看清楚了，远一点，看得到，看得到，秒杀场哎！太快了，超快，全都没看到，太强了，太强了！再度走起，好，而且 skin 好笑，有离心，我喜欢这个，他记得超级可怕的，我整个超级抖哎、欸，我到现在脚还在抖、欸。那灵媒，我第一次当灵媒，灵媒要干嘛？我丢离心回馈，我的心回馈。只有两个幽灵是鬼，超扯的。共振仪。我手很抖哎、欸，刚刚。哦。我想当好人，好人。这什么东西？哦。就不能说。哦吼哦吼哦吼！嗯，来发发。爱丢你，无法度。哎、欸，哇，钢筋的落水人，唔卖勉强。一手挂，
样喽。我看到尸体了，嗯，死两个尸体在电器室右下角那一个仓库，然后是巧克力的。那我过走过去的时候，擦身而过的是 Bobo。有，嗯，可是我刚刚是看到巧克力在解那个油桶那边，然后我走过去之后，他还是活着的。我先说，他还是活着的。啊，但是我刚刚走过去之后是差一个走廊的距离而已，所以其实很近。那我在那这样，我这边怀疑你自拍自刀欸。没有欸，那时候他在办公室。可是你想想看，我为什么我也知道隐约在那边呢、啊？那我为什么要走过去直接把巧克力刀？欸，我是从有没有地图？上面走下来，隐约是从上面走下来。来地图资源，地图资源，来看地图，地图资源了，地图。感谢啊，感谢！我是从电房，刚我们不是电房是关灯吗？被破坏关灯、啊。对啊，对。然后我们不是我小雨、巧克力，还有一个是谁？然后不是有去解电吗？然后我那时候我还没打开的时候就被解好了，然后就往下走，我去倒垃圾。小雨有看到我去倒垃圾吗？右下角倒垃圾。我走很快，我不知道。反正那边我有看到，我先去倒完垃圾，然后小雨走过去。然后我走往回电房走的时候，我有看到就是巧克力在解油桶的任务，那边要解油桶任务。然后在过去的时候就看到雨月出来，然后雨月出来之后没多久，巧克力就死掉了。哎，你怎么刚刚又说看到雨月？我从电房走出来，走到仓库就看到尸体。你看电房跟仓库那一段小小的距离，我只有看到你一个哦。啊，但是我说我看到他是活着的啊。但是我看到是死的、啊，是我拍的呢。那我这边怀疑你自拍自刀啊，你懂吗？哎、欸，那我看到你是走过来的时候，我是过去的时候才看到他死掉的，所以他本来就是个漏一个漏，只是你没有拍，可是你没有拍，你先走掉了。所以那其实我如果在那边，如果我真的要解那个，而且你在那个范围的话，你应该看得到那一块漏。如果你看到那一块漏，你为什么没举报？我为什么看得到那块肉、嗯？因为我船员的视野比较小啊，我看到你的角色跟巧克力的角色其实有几乎快同时入境的状况。那这样子，哦、这样你我比较怀疑你，因为我没有看到我为什么还要比较、啊？他都踩你了。但没有啊，我这边我是船员啊，我没看到。我就说我走过去之前，我是看到巧克力是活着。抱歉。我走过去看到雨月之后。就拍桌了，然后雨月说，在那个情况下，我应该看得到，可是我实际上船员的视野是看不到的。你在闹？因为船员视野确实是比较小，是比较小啊，所以我才会说，这边我会怀疑雨月是自拍自刀啊，因为他的视野比我广啊。你要想看看喽、哦。我狼人杀没有那么厉害哦，我不会自拍自刀。哎，这个有点场外了，这个有点场外了。这个很场外啊，不行这样。可是你如果要说视野的话，其实那个下引擎是船员的视角是可以全部看到的，就如果站下半的话是可以站靠外面可以看到里面。下半对 是看得到的。但是雨月，所以尸体在哪里？尸体就在那个油桶旁边啊，就是你讲的那个油桶。但是油桶旁边是在货舱哎，不是在下引擎室啊。我不是讲下雨姿势，我一直都不是讲下雨姿势啊。但是，我说，刚刚是谁在那边讲说下雨姿势？嘿，没有人讲下雨姿势啊。对，拜拜。好哇，好哇，好哇，关麦喽，再见喽。好哇，第六挂，第点喽，扫影，扫喽，我抢，我不一样哎。所以灵媒到底是干嘛的啊？灵媒是可以看到上一场死掉的人吗？还是死掉的瞬间会发光？我刚没有注意问，然后他们都在讲。然后发发不是才跟我离开，他怎么就死啦？我诺音突然要回头，诺音一个自信回头、欸，哎，好恐怖哦！死掉瞬间会发光，对不起，
在看聊天室。啊哈！有任务。O two。哦，鬼魂，对汽油桶，几点咯？卖面姜，年少许呀许呀，花呀呀呀。哪里呀、啊？嗯哼，为什么看不到发发的尸体？我刚刚那个是小，是谁？团团？团团死了？发现的。嘿，迪德。左上角，等一下，上引擎室。上引擎室。医院上面，医疗上面。我刚跟都米在那边电房里面看看半天嘛，然后弄完之后，我从下引擎室。走上去看到他了，死在那里。哦，你是在我后来出去的时候看到吗？我不是跟你在那个的电房那边待一阵子。对，对，没错，那是你哦，没错啊，不是表弟。对，那是我。因为那时候我有看到团团跟诺英往左上走。团团跟诺英，跟诺英，对，我们是擦肩而过的，然后我才遇到。那时候我们有往上走，但是我往上走之后，我只有跟他待，他有在上引擎室待，所以我直接去医疗室做我自己的任务。嗯，所以你是直接路过了、嗯、你的路线？对，我是直接路过他。嗯、好，然后做完医疗室的任务，往饭堂，然后到货仓，然后就遇到，我记得是遇到小雨还有迪叔的吧。货仓，老板有点失忆耶。我可以保迪斯、啊。我只记得我在右边驾驶室，那时候是那个什么氧气的时候，我看我从炮房然后到 O2 室的时候，迪叔有经过我旁边，然后到驾驶室往下。然后路上有往护盾室走的时候，有遇到繁星。嘿，对。然后货仓好像有遇到人，可是我不记得是谁。我在烧的时候。我仓是我跟小雨跟诺英，对，我刚在倒垃圾，然后就拍了。嗯，我跟所以我一直在右半边，我也跟迪叔在右半边。那就是你们最后看到团团就在左半嘛，那就是诺英，然后哈记、卢米是吧？就是你们三个，对，最后看过团团的人。露米的话，我跟露米可以互保在那边待很久、啊。对，因为我比较怀疑是诺英，虽然他一开始的那个位置，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他如果这样顺路绕下来的话，最有可能是诺英。如果没有其他人看到他在上面的话，嗯，哦，然后我那繁星呢？啊，我怎样路线吗？繁星你看吗？繁星哭啊！我说，我从饭堂到医疗室嘛，有遇到哈基，他在扫描，然后就一路往下走，然后遇到缺氧事件，就往右边走，之后就遇到迪叔跟你，嗯，欸、然后就是跟迪叔就有擦肩，一直擦肩，一直擦肩，所以这一局我可以保他，除非有百变怪啦。我会在右边吗？驾驶室播音呢？啊，你们，你跟哈基，你跟露米是一直都待在一起吗？一开始应该隐约跟我一样，就是会有互看到嘛，就是开门，然后门被关起来就很烦躁，一直怎么开。然后进到露米那间那个电房的时候，就跟他待在那边嘛。啊，可是后来我走出去，我是要接任务，左半边走上去的时候看到尸体，所以我这边我的确是没有自保，说就是人不是我杀，可能自拍自刀，但他死在那边蛮久了，对。死在那边蛮久了。嗯，够麦，宝宝，你没有关麦？
应该是结束了吧？没有没有结束了，结束了。B O 还敢动我啊！哎，我觉得我讲的蛮好的。嗯，允月已经捡到我的正义之枪，我跟你讲。正义，我觉得我讲的蛮好的。哎，你波波，你那个真的是太惨了，太衰了。我原本想要故意帮你混乱邪恶一下，帮不了。对啊，其实波波，你刚刚混乱邪恶害我投完波波想投你，你知道吗？没有，我如果活久一点，我活久一点投我，我就赢了。对，他是小丑。那你以为真的是我跟波波是两个人这样子？我真的假的啊？因为波波你这个太有点那个了，对，因为你是波波，爽都不爽。因为你是应该说对象是影月，如果不是影月，你搞不到就赢了。那你要好了，今天我们刚刚说敌输的话就有机会。什么？那我们这一场清除者改90%，因为有人说迷你船员没出现是因为坏迷你，然后被两个有职业的内鬼给吃掉了，被吃掉了。对，上一场好像也没有嘛，对啊，都没看到迷你，都没有宝宝。清除者90%，对啊，都是100。我想就写100啊，他不出现啊。想帮迷你庆祝生日哎，对啊，这里的人他们都太邪恶了，迷你就不敢来了。然后18岁，然后把他票害怕，18岁有没有18岁投票？不是他过生日，老了，迷你不了了，哭了，伤心难过。来，再来喽！希望迷你可以出现。耶，我们都有童年的。可以的，你的童年要参与投票，30年起。哇呼！各位，我可以去尿尿了。哎，10秒到了，找尸体喽！爱丢你，无法度，感情的路，下面我哥卖勉强。你要干嘛？我想尿尿啊！杀人了没？杀人了没？杀人了没？没有。杀人了没？一丢瓜，一点漏，只要思念思念你，我拎啊拎啊拎，我。歌词没有好好记，看来是两个新人没有用破坏任务。什么任务？氧气。哎呦，我就心花开，我的心花开呐，对面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我是一颗可爱的萝卜。怎么又有？怎么又素氧气呀？嗯
是不是吓到了啊？哎呦！哎、欸、哎、欸，为什么？哎、欸，为什么有人死？哦，有人跌刀，啊、有人跌刀，来来，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欸，我这个。爸爸先拍的、啊，爸爸先说、啊。好，爸爸先说。爸爸先说。你说完我再说、欸。我不知道，我刚刚站在那边，然后就突然里面死了，然后旁边站我最近的是团团。好，那我要来讲了，我是警长。然后呢，我刚刚想说啊，岔赛啊，那个 O2 快要没了，因为刚刚不是剩两秒一秒吗？我想要岔赛了，好了，感觉要输了啦。然后呢，我就随便想说好了，我警长技能用一下，好一按，然后我以为是我爆炸，后来发现，爸爸拍刀，怎么是影月？啊啊！对你懂吗？那么戏剧化，对，就是哇，看你们有没有谁要跟我，看你们谁有没有要跟我对跳警长啦？哎、欸，我相信如果对跳那个人，我跟你讲，你们就可以去看一下，高几率对方那个一定也是坏人，好不好？你是小丑吧？没有，我不是小丑啊！你可以投我啊！你可以投我啊！我不是小丑啊！没有，那边一定有人，有人倒啊！而且我那时候过来的时候，我因为我很紧急看任务，我是没看到有可以拍的样子，然后我就看方法傻傻站在那里。对，然后繁星在最右边去解了，而且最后已经倒数二一秒了，所以如果繁星是内鬼的话，他大可以不用去用，因为那时候我最后到了，我真的是来不及了。因为那个时候我相信你没有看到，我也是最后一批赶过来，因为我真的是很远。最后那个跟我说一下，就是还有左右嘛，右边是我解了，然后我解完之后团团过来右边，对，然后我就是走上面去左边，然后我就边走边想说，哎、欸，怎么没有人？那团团是在我后面来的。我是走下面那个路，我是绕下半圈，然后我想要刷赛啊，这个时间要来不及了。对，然后所以最后完成的是繁星，所以繁星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但是我过去的时候，发发完全就是站在那里都不动。对，发发完全没动。因为我过去的时候，其实只剩下那一，就是只剩下繁星站在那个前面，是还要按。为什么不解？因为我怕他跌刀啊，我怕我过去，因为人没有来啊。我在想说等下一个人来，然后你们刚好都进来，然后说，哎，那你走过去，我就看你会不会死。哇！我爸爸也很可疑，可以放着。哎、欸，那个影院是跟团团你一起走过来，是不是？我其实没有仔细看，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想啊，要岔赛来不及，我赶快按技能，不然好浪费哦。因为我常难得当警长，哎、欸，都不是我死，是影院死。太可怜。我觉得团团的想法还蛮那个的。那之前也都可以刀我。嗯、对啊，我其实跟巧克力也有遇到蛮多次的。或是右边解完任务，那任务已经完成了，那他把我刀了，其他人基本上也不太会来。对，那你们有看到 Bobo 跟诺伊吗？他们两个也死了。他们尸体被清掉了，应该被清掉了啦，看不清掉了。不能被遗忘。那这样讲好，如果大家推论陨月是真的，就是被开枪开掉，有人看到他跟其他哪些人走在一起吗？我这一很早之前看到陨月跟 Bobo 走在同一间，有看到他，所以。对，有可能 Bobo 那时候是被清掉的，因为他们一定是被清掉，因为刚拍桌的时候他们尸体没有跑出来，对，完全没，他们两个都是被清掉的，嗯，对。但那时候等一下，有人很安静，迪叔，叔叔，哦，叔呢？他一开始是有跟我走，可是到我们在驾驶室那边遇到巧克力还有另外一个人之后，就没有在一起走了。啊，这个先跳过。阿杜米嘞，那个先跳过。我第一个手都一起走，我觉得迪叔跟法法现在最可以。对，迪发注意，迪发注意。行啊，迪发注意啊，行啊。想说，好像大家都听过，剩迪叔没听过。我是高禅师。狼人做事啊，爱着你无法度，
我跟你讲，我今天是小丑，我也要保护着你。我今天拆一盒巧克力出来吃。啊！我的巧克力。哎，台电员工，台电员工，台电员工，我左边，你右边。啊，睡睡睡睡睡。你要哪边？嗯，刚谁往右边走？爸爸，还没看到哈记耶，找哈记，找哈记。完了，迪叔，你是不是？也可能是，哎呀，爸爸嘞，爸爸也不见了。哦，我想。不行啊！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不行？怎么了？没事，我以为有人死了。你又生日了、喔？你爱你爱你是大家去的吗？你以为？不行，不行！你都没有讲话，让他讲一下。那我先问大家，还有谁没完成吗？我只剩一个。我任务完成了。我剩一个，完成了。我剩一个，就剩我一个，巧克力，你也剩一个，我也一个。完成任务，你去拍桌，哇！没有很危险啊，过这么久都没看到人呢、欸，我只看到哈记耶、欸，太危险了。你知道我们、我完全都没看到你、欸，我也没看到你、欸，到底在哪里啊？我要补上一轮，我那时候没讲到的，我想起来了，那时候我在经过这个房间的时候是空的，但是我后来经过回来的时候，发现迪叔在里面的。好、哦。哪一个房间啊？哪一个？你不可能是小丑哎、欸！他在那个建房那边，我觉得那边是两个感动的发白者。可是我刚才其实拍桌，就是时间到之后，我想到一件事，说不定那个警长已经被杀掉啦、啊，对不对？你是不是小丑？我觉得爸爸是小丑，小丑对，我觉得你偏小丑，任务就差我嘛。那个幽灵的也赶快哦、啊，幽灵赶快解一解哦，录音加油。对啊，对，我们任务应该就结束了。我们现在在信心谈话，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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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管偏不偏迪叔看看啊，迪叔。跳迪叔看看啦、啊！跳迪叔是小丑，跳迪叔是小丑。你好恐怖哦！你好恐怖哦，叔叔。没事，不会，一切都会很快就过去的。哦哦、他也是小丑。你看，你看这么久了，都还没人看。你不是小丑，你是鬼。不是，我不是鬼。哎呦，你好，很心虚哦。小丑，你好像很心虚哦。戏剧化。是你吗？哎、欸，哎、欸，谢谢谢谢，你是间谍啊？对，我是间谍啊！他是间谍，你很厉害耶！哇，你什么意思？我说一下，迪叔，我在旁边已经帮你清了两次尸体了，你为什么还不相信我？我没有不相信你啊，只是很多人都在旁边。不是不是不是，你的内一定就是你的内鬼伙伴，没有第三个内鬼伙伴。对，他是被迪叔，他是被团团射死的，就一定，他是被团团杀的嘞。他是他就一定是啊，他是警长啊，他是我警长，他警，怎么刚好打中我啊？对啊，对啊。因为迪叔视角看到有两个红字嘛，就像他自己，他以为有三个鬼，没错、哦，没有只有两个，没听规则。你知道约死之后好慌，我完全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四十分钟他也没有理解规则，真的完了，出事了，完了。你在后面这么久了，你只杀了两个人，对吧？爸爸，你那时候任务不去，紧急任务不去完成就发呆，超奇怪的。没有啦，我讲一下，因为我站在办公室门口，他以为我是鬼，
他不敢进去。你不完成就是全死、啊、就是全员死掉。对啊，会所以我剩最后五秒才冲过去解。哦，我说发发、啊，哦发发、啊，你居然觉得环境是内鬼、嗯，你也得冲啊，因为你不冲就是大家都死了、啊。对啊，然后而且你最后是站在那里，然后想说你为什么站着？他发呆吗？有事吗？他对啊，我刚刚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然后还有拍耳朵，我想说太奇怪了。对啊，我是觉得团团如果是他是坏人，他要临时想这个故事太难了。对，那个是这样想的。这个故事太丰富了，不行。太丰富了，真实性。我相信他，而且这是团团可能会做的事。那听起来很团团会做的事。要结束了，赶快按哪按哪。哇，团团你要感谢我哎、欸。按哪。那如果我去修那个灯，团就不会误打误撞嘞。对啊，对啊，是啊。打到你，然后团团自己就会死掉。你超像小丑的啦，你超像小丑。我真的觉得这一场，如果我是小丑，我就赢定了。可你就赢定了。没有，因为你太小丑，我们也不敢投。真正的小丑是繁星。对，真的小丑，结果就是压最后。真的，不能让巧克力死。我不能让他死。不按白不按呢、啊，不按白。不按白不按。那我迷你真的是100%，我们把它时间下降一点，有可能是十分钟它成长不了啊，不玩了，它不做了。哦，挡住啦！我不走。我补充一个400、500，我们之前都有啊，很奇怪。有啊。补充一个那个炸鸡师，他跳地洞能进去，但不能移动。哦，他可以跳地洞，他可以进去里面，但他不能下跳，他不能下，他只能下去，不能传送，太可怜了。他可以躲在里面的。躲在里面瑟瑟发抖，然后躲进去怎么能动？不可以瑟瑟，因为你是好人，不可以瑟瑟发抖。那我们换一张喽。好。Polos。Polos。地图。这个很。Polos， 记得是太空的那一张。吧。吧。设定应该都是一样哦。啊。好的。刚刚也是团团的神枪。好猛啊！乱枪打鸟，这个真的很团团会打到，真的好猛啊！要输了，随便看一下啊！真的是要输了，随便看一下。繁星回来了吗？怎么了？哎呀、啊，那就来了。好，好 ，Polos Go Go Go！ 哦，我是说地图资源啊，不是去哪。哦。嗯。我丢金灰灰，我金灰灰。然后刚刚小丑的时候，其实在找，我也还是在找尸体啊。我是想找尸体再踩在上面，我每一场都踩，好吧？我都不拍桌，我八八踩，好吧？我怎么有点卡？用全屏幕玩吗？哦，如果他一直刷。就变啦，啊，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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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他下去，拖进垃圾车。那个被变的，就是不听话、不乖，跟我小侄女、外甥女一样。哦，今天你说不想变红扳手很难呐、啊，不然我限制一个好了，发言时间如何？哭啊，给他一点游戏体验呐、啊！我丢你心哟！哦，三个人哦，跟你说刚很精彩，刚关灯嘛，然后我跟发发还有团团还有巧克力在
下面的标本是要往上，可是巧克力趁黑的时候把团团给刀掉，所以我就开枪了。哇哦，不是你吗？啊、我以为是你耶，不是我，不是我，我吓死我了。如果是我，你怎么知道是他？怎么知道是他那个？因为他现场砍，那个距离还是很近，有明显的看到。哦，哇，你视力好好、哦。哇，我很肯定，我超肯定，你超肯定哎、欸欸！他肯定到没有人敢踩他。等等，那迪叔问一下，他身边还有谁、嗯？可能有清除者啊。发发，那就这两个啊。那发发就是。清除者吧，或是清除者吗？因为有两个尸体被清掉了。对啊，刚只有巧克力的。那如果巧克力确定是四郎的话，他在我面前死掉、欸。他在你面前杀，可能就是巧克力以为说，那个另一个人是你会清哦，方法一定会为我们是可以杀了啦。对啊，我们要不要？你是你在我面前那个尸体在那边呢，我吓到哎、欸，刚才那么暗。你双刀，双刀。什么双刀？我怎么知道？把我吓死我！我刚才很暗你，你怎么看得到他？啊，那么暗，你又被收掉。那么暗，你怎么看得到？你怎么看得到？迪叔又看到尸体。对啊，刚关灯呢、欸。迪叔不是拍猪吗？你是工程师。你是工程师啊？开始小丑啦！开始小丑。小丑啦！我小丑啦！你要走吗？这个吗？对，就是装的，一个是装的，又是这样，完了完了，发发，巧克力在赌，跟他发发一起双刀，但是刚好，对，我觉得是哎，最速一场有没有？最速场是吗？那你怎么是用琴？我以为你要哇，逻辑上线。你要双刀，你在进门前就要先刀了。我在等进门前就要刀，因为在那个暗室里面刀不好找。因为我们会刀到彼此。哦，真假的？哦，对对对，是内鬼现在会那个距离必须要拉得很好，因为要刀间谍啊，他会刀到你。谢谢你让我游戏玩，迪叔。你亲，我刀了你亲，迪叔就一定知道这谎言。迪叔那时候还不知道。哇，我真的是长得很凶哎，我跟发发默契也很好哎、欸，因为我是百变怪，然后我就觉得发发靠我很近，他感觉就很想要亲。然后我还试图就是找到另一边，然后他也跟过来，我就想说啊，那他一定不是间谍，他一定是清除者，我在他面前变身，彼此相认。我没接到，我有游戏玩，迪叔很觉得我这个献祭值得了，谢谢迪叔让我看到我，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迪叔右上角那时候你本来要上来，你怎么回头了？因为我看到你要进来了，因为我原本就很怀疑你了，因为我很早就看到 biu 死了。哦，你有看到？你怎么看得到？你怎么看得到？啊，那个把心跳心电图，哦，那不能看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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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能看吗？哦，抓到了！看了迪叔，哦，对不起，要看剧本。所以都一定就是巧哦，因为我就刚刚在跟他走去右边啊，他巧还去变，不是他自己刀我，我又不是我。哎呀，我原本还想给你一套盾套套的，结果你那个你刀了我，你好坏。告他告他，开始开始，告他告他告了。哎呦，变什么哈记来刀我了？哇，我逻辑天才欸。就说不想当狼啊，当狼当狼我比较不会，就真的不会讲话啊。而且我在找尸体欸。我丢你心灰灰。我去找歌词好了。爱丢你，无法度。
对啊，哎呦，花丢了心灰灰。啊啊，怎么那么近？嘟嘟嘟。其实早点死比较好，少动脑，少动动脑。刚刚是谁？团团跟影月。我比较期待是第一场诶，巧克力。直接死掉，然后我跟发发当鬼的那一场，因为他的视角一定是最好看的。这什么？我没了。一点瓜，一点喽。哪一个是那个？露米死了。你们有时候看到会卡，那是正常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卡、欸。画面会微卡微卡，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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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跟你讲，你们打完我才注意到是两个发发。你是不是想杀我？好啦，来啦，是哪个人物？打炮，炮房，炮房。啊，怎么又是他？巧克力，我觉得他没体验呢、欸。我觉得今天他很早死哎、欸，巧克力嘎嘎死掉了。我看到他在看新天龙那边，哪里？新店新天龙。卢米在第一次破坏那时候看到团团吧，就死了。卢米第一次在哪里？就是不是破坏的时候就看到他死掉了吗？你那时候不是从电房走，把心电图那边走出来？我有看，对，我那时候我就看到心电图，就他死掉，可是都没有看到，没有人拍尸体，所以感觉他应该是被清了。嗯，还是刚刚拍的时候只有跳一个东西出来，应该是另外两个。对，两个被清了这样子。嗯，对啊，有谁走一起的？那我说，我觉得有两个人很怀疑，我怀疑发发姐姐跟哈基哥哥。你闭嘴啦！嗯，应该不会是发发。我也觉得应该不是发发，因为我看到两个发发，是发发姐姐，因为我也是看到有两个发发姐姐。好了，你长大十岁了，不要这样讲话。那不是啊，你十岁了，不是啊。发发，你自己看到谁在你附近过吗？我都遇到蛮多人的，我不知道哎、欸。我只知道最后发发是在，应该是我跟繁星跟诺英是不是？我们在下面。对对对，兔那边。我这边比较怀疑哈基耶、欸，因为哈基刚刚好像有变成发发的一瞬间，可是他不见了。你看，真的假的？你又自拍自刀？我是好迷你哦，你所以我先说啊，你们投我们会都会输啊。你在哪看到我变发发？然后我可以等你十八岁。对啊，你是在哪边看到的、啊？在那个货仓那边，这不是货仓的外面，就是登陆舱往下，然后那边不是有一个路吗？就一瞬间、哦，然后我在那里啊，对对对对对，我没去过那里啊。那哈基是到哪边去啊？因为我是看到，我不知道他看到变身那一瞬间我在哪里哪个位置啊，因为不知道时间点。就是不是有那个集火箭任务跟那个医疗室那边走出来的走廊的外面？没有，他是说时间点啊 ，timing 啊哦，时间点的哦 ，timing 那很久之前了呢。好久之前，像是火箭那个你也看到我上去，如果我是坏的，我就不用去解了。说
说没错吧？大家可以等下，你应该有看到我上去结果吧？那时候我也上去结啊。然后我个人是觉得，我不知道，刚刚那一轮观察下来，我觉得陨月应该也是偏好，因为他陨月其实有超多次机会可以刀我，他没有刀。对啊，我也是，跟他独处很多次。对，所以有可能是哈基，因为我最后在右下角有看到他，然后小颗粒有进去那一栋，感觉没有过很久，所以他就死了。嗯，可是我那时候也是看到你啊，可是你那时候你是从下面出来嘛？那时候我是往上走，我就看到直接看到尸体了。啊，没有吧？那时候他还没死吧？我不知道那你看到的是活的死的，可是那时候我看到就是已经是死了。他会动？还会动？还没死透是不是？还没死透？你又补一刀是不是？想说都很太久没拍桌，想说上去看那个生命图、生命线。生命线，啊、对，是不是看个新闻？就过去的时候发现他就死在那里了，感觉是看到一半被烧掉。我不知道，我想投哈基。好了，那哈基是不是这次中都没有人遇到啊？哈基，你有遇到人吗？我记得我遇过，就是都是，因为我都是看到人就跑，看到人就跑。我等不到 Bobo 了啦。好，所以你投谁？我是哈基啦。我也是觉得只能先投。一下，因为不然会爆炸。现在已经三个了。再见的，对，再见。我是好迷你。好啦，你给他18岁就知道。我是好迷你。好烦啊！哎，对他可能是坏迷你啊。可是任务都快解完了哎，这关太小了。哇，好的。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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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啦！先走了，诺音。法法哈基，真的哎，结束了，结束了，我真的是好迷你了，法法拜拜，也是法法，放啊，哇，今天好坏，声音很坏，好坏哦，法法，两个法法是因为我刚才想要变那个杀的那个人，就变下去，怎么是法法？你知道，我就看到你变成法法，我想说完了，哈基怪怪的，那时候变的时候不是在那个位置，的确不是在那里，哦，真的哦，好难瞅哦。啊、我觉得你可以不用拍那个尸体，你把自己踩脏了。对，我都想说啊，太久没有做，我再出来跳个自己自白一下好了，结果白不了。你尸体放在那边，我也找不到。啊，你会找不到？对啊，因为我一路上其实我没有跟着他，我都是路上遇到尸体才亲。哦，那你也会遇到尸体？你很会遇耶。都刚遇到两、啊，一直随便走，一直随便走，强扯哦。然后 Bobo 不是杀掉之后再走回去把它清掉，我看到，这个时间到了。哎 ，Bobo， 你看一下那个游戏设定，哎，就是职业那里，这样子应该没错啊，因为刚刚
没有间谍，但是迷你出来了。对啊，之前是，我觉得他应该就是那个吧，等一样都冲突，感觉间谍迷你，因为八个啊，船员迷你跟间谍都是船员啊，八九十十一应该这样设没错吧？他如果这个最小船员多会怎样？最小船员跟最大船员就变九九一二，这样超过我们十一人会怎样？你也不确定，就没有，可是九一二他就也是一样，像刚刚那样，他就会折一啊。我们比如就十一个人，他也是只会折一个人这样子啊。嗯，不记得，他是独立业吗？迷你船员是不是独立成独立的？不是啊，他是船员，他不是啊，他也是船员，那这样子设定是没错啊，就很新，他应该跟猎人那种有点类似吧，才。可是他不像猎人，他是一定会有两个有神秘、哦。嗯，不记得好奇怪哦，因为刚才那样的话，就是我们鬼是直接只有看到两个人，对、啊，然后我们就会知道迷你一定是好迷，嗯。对啊对啊对啊，因为刚没有那个嘛，啊、没有的，这是肯定的、啊。这应该是还要再有一个那个、嗯、那个最大阿鬼嘛，有一个乱调改成九一三，不管九一三，试看看。反正系统预设的鬼只有两个，所以应该不会变三个，好不好？来测试测试测试，好，好，没问题，没问题 ，Go Go Go。H 3完整，哦，嗯，其实我现在头晕哦，哦，你是不是坏迷你啊？啊！太快了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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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我说，嗯，我刚刚只是跟着团团，然后进去油桶那边。我有职业，我先说，我是灵媒，好不好？哦、然后我就在跟他去那个加油炸货仓那边，他是解加油任务，然后我就跟他进去、嗯，然后他就直接。ban 我了，少一个好人啦！他是好人是不是？他是好人，你再乱玩啊，他怎么这么气？然后警长自己爆炸，他怎么这么气呢？他是不是以为还可以再 ban 到一个啊？对对，他运气好吧？我刚刚就拿着水晶球，然后就沿路走的问他说：“你要不要算命？要不要算命？”没想到就直接掏一把枪出来，对着我的水晶球。你都让人家不舒服，不舒服了啊！他不想算呢、啊。那你要下去陪他吗？要。哎呦，继续走他算。哎呦，哎呦，继续走。其实那个枪好像是延迟的枪哦，现在才要发挥作用。你去帮他算一下，你去帮他算一下。够啦，再帮他算个命嘛。来来，等一下，我帮你算一下。我是小颗粒。等一下，我怎么还有一票？你是小草头自己啊？你是小草。哦，完了，闭嘴啊！闭嘴还不要不要？太自信啦！哦 ，MM 迷你巧克力吗？哎呦，我今天马上去超商要买的。因为今天发生一件事情，需要换点钱，就发现，嘎，我要把领出来的钱再放回去了啊，要烦哦，都没有啦，哎、欸，会变呢、欸，啊，这个又是什么东西？嗯，不是，不是，啊。想学啊！
小雨小丑，不是吧？小雨小丑，没有啊，我在看旁边还没有其他人。小雨小丑，小雨小丑，怎么了？为什么站在尸体上？是不是？我站在尸体上没错，站在尸体上很久。我没有站很久，只有站一下下你就来了，好不好？蛮久，我就站那边一下下而已啊。那还有看到些啥吗？没有，我走过去。你要说你们在哪？那个在那个哪里啊？医疗室的那个望远镜那边。对，望还真的是坏了。对，望远镜。我们左下角 O2 那边，不是那边是什么？书房。书房有巧克力弟弟、云月还有迪叔。巧克力弟弟。刚刚好多人帮我开门，我要谢谢大家。我开不了门。没错，没关系。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是波波还是迪叔他们开灯在玩。我那时候是开灯，然后一直看到有人在玩。没有，那边太多人了。弟弟，那边还有其他，还有哥哥，还有姐姐哈。那你们找什么两个哈？但是你们帮我开门，谢谢。不用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我刚帮迪叔算了一个大吉的签，大吉大利吗？你会杀我？不会，我就灵媒，我怎么杀你？杀我？你真的确定是大吉吗？灵媒，你等一下可以去通灵一下吗？到底是被谁杀的？我等一下去看一下罗伯死在哪里。罗伯死在医疗室，你可以去看一下，在那个望远镜旁边。哎呀，看一下，看一下。对，你去看一下，你去看一下。所以小雨是小丑是不是？我不是的，他是工程师啦。是工程师哦，我是那个第三只狼啦。嗯，我刚刚是在研究室那边。那就露米，露米很危险的。露米很危险哦，因为那时候没有，我有跟诺英错过。啊，你跟诺英错过？最后一开始我跟诺英还有哈基那边有错过。我是一开始在饭堂出来嘛，然后往办公室，然后又往下报炮房那边去。哈基是飞完的。我开麦吗？是蛮可以的。然后那时候就是我跟有，还有允月在左下角。啊，我有点怀疑露米。下屁呀！可以保巧克力弟弟是好的。下屁呀！跳跳跳是安尼哦。跳还有给我大大吉大吉，对，他的那个二神有点被擦掉的感觉。我就来这边玩，今晚吃鸡了。啊！要投谁啊？我要点怀疑露米。我有觉得露米哈基比较有可能是。我没有看到太大事吗？有吗？很大事吗？因为我没有看到你。我有两声的。没有，那时候我跟哈基在一起啊，还有你走过去啊。没事没事没事。Give me a sign。因为他们讲的话不是很重要。What's your name？What's your name？ 这段我会剪掉。谁投我？是谁？谁投小朋友？谁投小朋友？闭嘴啊，小丑！不是我，你也太自信了吧？不是不是不是，你要听我解释，你知道吗？超白痴！我刚刚也要去加油，然后不小心点到沙。啊，我懂，他太近了。对，他太近了。然后我那时候按钮，哈，等一下，我不是加油吗？为什么我自己杀自己？你被杀了，这样子。超白痴，我快笑死。好烦哦，我浪费一个好人命哎、欸。对啊，我想说怎样，又是想要自信嘛，秒拍有没有？没有，这没有，这没有。我觉得我没有那么神。天哪！所以你是被露米杀掉的？露米啊，我在看望远镜。坏露米。对啊。来合唱吧。为什么刚会有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对啊，我刚想到是谁的声音，你知道吗？然后刚刚在辩解的时候在推我的东西。为什么啊？你又买新玩具是不是、啊？卡祖笛呀、啊。哦，为什么你会买那种东西、啊？就开台无聊，可以制造一些声音啊。快笑死啊！我解完任务了。不不不不不不！是不是也想要啦、啊？你就不用一直在那边。哎、欸，这才20块哎、欸！哦，好便宜哦。对啊，真的是蛮便宜。哎、欸，他们是没有人去捡那个、啊？哦，有哎、欸。至少没清楚的啊。对啊，这小朋友清楚的，还不对，尸体是一定会碰到的。对，
小雨怎么躲在那边啊？白痴哦！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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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刚躲在就是另一个那个就是地震的椅的后面。哦，我也常躲那边，喵安。躲那边干嘛啊？好笑、哦，这谁呀、啊？感觉没死。没有，我就坏迷你要杀人了。我死掉之后，然后马上看到小雨，我说好，也要拍尸体了。哎、欸，有办法吧？对，上去。发发 baby 在电房外面看到发发的尸体。电房外，电房外面。欧博在我后面，你为什么要很僵？没有，我真的没看到哎、欸。电房，在我们前面。刚最后的时候，我是在那个电房外面绕圈圈，跟大家讲说，我长大了，我很开心。对你十八岁了，你今天十八岁，你该出去自己工作了，可以吃了。然后最后就只是回去，我想去那个我任务解完，我想回 camera 房去看监视器，然后就看到那边那个发发倒在那里。那边左边那边很多人呢、欸，刚有很多人在跟你聊。对啊，这边其实我给蛮多人看过的哎、欸。对，我有看到。是按完那个地震椅之后吗？地震椅之后，对，然后你们就是接二连三从就是电房外面那边，我调一下音哈。哈记跟诺英先的，因为哈记姐诺英姐左上角，错，是诺姐右上角的，还有好多人，我有点忘了。这边我两次嘛，一次几乎所有人都有经过吧。爸爸应该没有死太久哎、欸，除非是对他没死太久，他没有死太久。对，我刚刚有经过那边原本还没有尸体。他，我刚刚跟巧克力在看监视器的时候，发发那时候还有在镜头出现过。嗯，肯定的，肯定的，因为他在电房外面呢、啊，我们 camera 房出去也会经过那。嗯，右上角按那个的话，顺序是我很早就到了，然后诺英来，然后哈基比较晚到。如果是讲右上角的话，我最后是在水房，然后我是在很后期，真的很后期才遇到允月，所以我也会有点小怀疑允月。可是允月前面都还蛮安全的，是没错了，因为我最后是从中央室那边走到水房的，然后我在中央室要去水房的路上有看到发发往上走，所以我才可以肯定他没有死很久。所以还是怀疑露米加一。露米跟没有，一开始我都有去解任务。对，刚刚萝卜有采言，他有写书，靠腰。我有点怀疑露米。萝卜，我刚对啊，萝卜也死掉了呢。对啊，萝卜的确是死在那个最后的时候，最后发现尸体前的那个地震仪，我是跟波波有擦身，在他往上走去右边的地震仪之前。那我本来想说波波往上，我要去往左边走，然后走到一半就结束了，然后就往下走到水房外面的那一个门，就看到迪叔在开门，开完门之后很大声、哦、就进去倒垃圾，对不起，然后迪叔说他去水房嘛，然后就后来就拍桌了。可那时候我没有看到允月，最后的时候我不是走室内，我不是走室内，我走室外，我是走室外，我就只有看到波波往上走去地震仪那边、哦，然后我要往另外一边走就往下了。我都在室外，没有走室内。嗯，对，没线索。抱歉，我在调音。是新露米啊，是新露米。我也觉得，因为我去消毒间的时候，他刚好跟小雨要进来，然后我就狂奔，然后又刚好停消毒间。消毒间，我没有去消毒间哦。我对啊，有很肯定，我很肯定，粉蓝色加紫色。没有没有没有，你是不是看到百变怪？看到百变，我没有去哦，我一直在上面。完蛋了，百变怪！我那时候是跟小看到百变怪了，嗯，两个都百变怪，两个都百变怪，两个百变怪，好不好？我没有过去哦，我没有过去。Give me a sign。啊，我没事做了。他们走错路，我没事做了，我也没事做了。哇，你太快死了！我刚才把精髓丢给波，结果波那边哦，气死。不是不是，我跟你讲，芳芳，你知道为什么？根本没看到。我会爆吗？超白痴！我为了加油，然后不小心点到左边的杀人。太强了吧！我等一下上去就全部结束，一定要讲一下。我实在觉得太白痴。
哦哟，浪费一个。然后你就丢他精髓了，然后我想，好，那我要丢他精髓。我觉得我们丢到一个笨笨的人。所以你那个时候死掉前，你是还怀疑谁啊？我其实都没遇到什么人呢、欸，可是我知道诺伊是好的。嗯，啊，有时候就锵锵的嘛，对不对？我觉得太好笑了。呛的呛的，现在就剩下可怕的迷你，长大的迷你，长大的迷你死了，哦、咬了一个人，波波死了，哦，那个精髓哦，精髓还不解任务发呆，对啊，精髓解任务，你都还有四个，你在，哦，解任务，你。他在发呆，他通灵啦，这个气息狼。哇啊！对，他在通灵，他还帮我们算命啊！他在找水晶球，真的是、欸、哦，还有在认真解了啦。坏迷你应该会蛮快就一直杀人，对啊 ，CD 好了 ，CD 好了，杀人速比较快、哦、他 CD 很 CD 好了。你说长大之后就会比较快，是不是？对对，应该说长大 CD 又正常了啦。啊，他们都没看到尸体、哦、没看到、啊哦、那个位置超赞的。对啊，那个位置其实比较少人会走那边啦。啊，我都走这里耶。我、哦、真的假的、嗯？我是比较少，通常都是绕里面。他们现在都抱团耶。他们抱团的话，其实也是好事啊。这样坏迷你，怕坏迷你会比较难杀人，对啊，就迪都落单，迪都哎，迪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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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没有啦，这个距离应该还行、哦。这个就分开了，这个就分开了，这个就比较尴尬一点。啊哦啊哦啊哦哦，坏迷你，哇哇，这个感觉会出事哦，这个应该过去就会被咬掉哦。小雨，哎。哦，解完了！哇，解完了，好快！坏小孩，太急呀！哇，真的是对不起，怎么办？我坏小孩当太久，智商没长出来。我刚刚应该不该拍桌？我应该回去刀波波。我刚刚原本以为你要刀波波，真的。坏小孩，你们一定要听团刚才发生的事。坏迷你其实很惨，因为他就是 CD 很久啊，很久，他前面 CD 很久，前面不太能刀啊，只能因为他 CD 都是八十秒啊，所以我就一直都没有刀，就已经忘了我可以刀人。不然我刚刚那时候如果回头刀了波波，那应该就蛮有戏可以演了。来听团团说。啊、不是，我跟你讲，超白痴啊！我加油，然后我想说我要按加油，我先不小心点到那个开枪了、啊，原来是点到开枪、啊，按错了。对，啊，我想说，哎、啊，怎么自己杀自己？哦，完了，枪支走火。哎、欸，我刚在帮你算命呢、欸，真的是超白痴哎、欸欸！我还想说，我还想说，团丢你精髓，我也丢你精髓，然后我们就死在你身，死在你附近。是你的嘞，我是个大好人。哎、欸，波波，你是想跟怨灵说话？波波，你帮谁占卜谁就死哎、欸！真的，对啊，我是死亡笔记本占卜师，我是死亡占卜师。迪叔没死啊，迪叔的确是大吉、啊。死物，太快了。哎呦，小孩当久了，智商都退化了。我以为你是好小孩，是好小孩，杂事都不能做。你要把自己当成好小孩，当小对啊，当小屁孩一直在跑来跑去。哦哟，烦啊！很好笑。最后在那个 airship， airship 的话，任务会少一点。好啊，因为它太大了，记得好像少两个，可能刚好短任务少，长任务还是很多。你还是少一个长任务就好了，先试试看，少个长任务看看。团团哦，白痴哦！我等下还要再塞进设定，间谍跟迷你还是都没有一起出来，他好像没办法，对，没办法了吧，尴尬。以后再来做调整。Good luck, good, good luck, good。那就再来啦！塞金水给你，你谢了。走起来 ！Go go go go！ 啊，船上见了。哦，迪叔，
好没用哦，关掉。我这。我会突然卡、啊、哦。嗨。嗨。出事了。出事啦。发发 baby。发发 baby 死啦！我从货仓，然后出生之后，然后我就一路走走走走走走到厨房，然后再往观景台走，然后就发现、观景台那边那个门口那个的修电的那个旁边，然后发发 baby 死在那边。哇，那应该是啊，那弄啊，然后还有、啊，对不起，然后巧克力在厨房。我在做汉堡、可是而且你我最后看你比较是从武器室往下的吧？那哦对啊，反正我就是从厨房啊，然后走到观景台，对啊。可是你刚刚是说你是从那个货仓医疗货仓啊？没有啊，我没有，我说我从货仓一直走到厨房，我是从大厅那边这样绕过去的。我是从电房，然后大厅机房啊、一个么字形走下来，这样才符合你的说法。对。那小朋友这边有话要说，够啦，这够啦。那边的话，我看到诺英姐姐有到武器室去，我有到武器室，不见了。啊，因为我往厨房走，我那时候跟 Bobo 还有诺英在驾驶舱，然后他们两个往下走比较快，我比较慢走，然后他们两个就没有了。那個、我先讲，我没有到观景台过。你们有看，应该是说那个驾驶舱，驾驶舱最左边的驾驶舱，我们在插钻石。哎、欸，不是、啊，那金库吧？金库啦，没有没有，我现在是在说 Bobo 说我在武器室，我武器室那里的任务做完之后，我是直接到厨房 camp， 我没有到观景台。如果你照你来这样说的话，小雨会遇到我。不会、啊，没看到。啊、小雨不会到 K 房啊。我路上只有遇到允月，其他我全部都没遇到。对啊，我说如果照这样的状况下的话，小雨会遇到我。我这边就是比较踩诺英姐姐跟巧克力哥哥，他们反正我觉得我们我跟巧克力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Bobo你是后来去驾驶舱吗？换迷你是可以票吧？没有，我没去驾驶舱，我是直接。我是好迷你啊！我是直接禁闭室机房，然后武器室。但是我在、哦、所以是武器室左下角解任务。没有，我在我东我就在正门口。武器室，所以我没有看到巧克力走进武器室再进厨房，所以我很好奇他怎么走进去的。我都正常走啊，是我没有看到你耶，因为我是比你们晚走，因为我还是会担心你。你比我们晚走，对对，但是我是走在你们后面，然后就是没有看到你们，然后我就在厨房站着在那边做汉堡，然后做完的时候就是看到小雨是从武器室过来，所以我刚刚才在质疑他说，因为他从那边入境嘛、对，然后最后又是看到你从武器室那边过来，我在武器室的上面。你要知道那边很多人，如果我真的有杀人的话，那我还要绕一大圈，就武器室、厨房、观景台，再从观景台走到 camp 房那边。如果这样的话，一定会遇到人。但是像巧克力哥那个小雨都没有遇到我，所以我是觉得你可以，你如果在观景台，他是一进去观景台就拍了。对啊，你如果观景台也可以直接跳走就好了。没有，觉得可以先跳过，而且我觉得迷你也有可能是坏迷你，因为他刀了回驾驶舱，然后再从武器室那边过来。而且这有一个尸体，其实迷你刀比较慢，所以的确杀人速度比较慢。就哦，造型蛮酷的哦。吾皇啦。
啊，我其实刚刚都没听到他们讲话哎，刚刚头好晕哦，就突然注意到后面就是眼睛会撇掉那种，然后在发呆，视线涣散。我治好了。我太累了。喂，有一点吧。还想到明天还要去银行一趟啊。不用多任务啊，没破坏欸，还是其实有，没看到，没有啊。我刚想说亮了一下，差点按下去。靠，没有，去玩 WiFi 咯。我讲 WiFi 不讲破坏，又觉得太场外。会不会是迪苏跟露米呀？这样子。有没有 WiFi？ 有没有 WiFi？ 有没有 WiFi？ 不得，要找个 perfect 吗？怎么遇到团团？坏小孩长大了。走另外一边，来得及吗？走这里，走这里。666，终于遇到死体。结束啦。喂，我按的，太可怕了！果然要倒很多人。我心中没有任何的东西，只是因为等太久，所以想要按一下，然后大家讨论一下。虽然有点亏，可是因为我自己已经八分之七，我完成七个任务，所以想说应该是可以按一下看看。然后最后是我跟 Bobo 还有迪叔都在会议室，三个人很害怕的彼此的感觉。可是我觉得 Bobo 最可怕，所以我就赶快先按。我先说，等一下巧克力，我跟你讲，我现在成年了，我可以投票了。我跟你讲，我先说，团前面我还有活着，他活着还有看到，我看到他跟迪叔在一起。我们先害怕迪叔，好不好？敌人的敌人是朋友。那个最后的那个任务的时候，我跟团在解左边的浮空台，对，然后我就爬上去了，所以在我后面那个是团吗？你确定吗？
因为我们刚解完之后往右边走，我有看到一个团团。那左边那个团团是谁？你说紧急任务那时候的吗？对对对，那时候团团还在左下哎、欸。对，我看到左边的也多干嘛？讨厌了。无论如何，就是迪叔后来来的就是比较可以啊。可是波波是在迪叔更后面，所以他们两个都没有。我比迪叔更早上去的哦。然后我是看到前面是迪叔跟团团要走一起。啊，我先理一下最后的，就是最后有那个紧急任务的时候，我先跟诺英走。我们是我在档案室内跟诺英会合，然后我就想说，就是移动一下，让诺英去解右边的，因为浮空台刚好在右边，那我就可以坐浮空台到左边去解。然后就我坐到左边之后去按。我按了两次都没有完成任务，我就不晓得诺英那边怎么了。嗯，然后是按了第三次的时候才完成，然后完成之后我看到旁边是团团，然后我就上去会议室，因为那边我有两个任务。那随后过来的是迪叔，可是因为我是在会议室最右边那个厕所那里，然后他就感觉也很害怕我，然后我就解完往外看，就看到 Bobo 也在，然后我们三个在跳恰恰这样子。啊，诺英右边任务怎么了？右边就是我跟允月。就是你过去知道允月来、哦、然后就是我们两个不知道谁要去，就有点慢，动作就有点慢了。允月安全，允月安全。嗯，我是在观景台跟 Bobo 开始一起走的哦，而且我跟他走的时间还蛮长的。他这样子回来叫我，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是小丑，可是巧克力有可能是。你不会是小丑，他不是小丑。嗯，他只会是坏人啊？那你为什么会怀疑我？因为我恰恰是跟你一起跳的、欸。对，等一下，我这边还是很怀疑巧克力。可是刚刚我有看到团团哦，跟你走一起。没有，我们一起往上走，是团团往下走啊。哎、欸，等，你们先想哦，现在是有清楚者在、欸。对啊，对啊，还有清楚者，一定是有两个人走一起的。对，一定是有两个人走一起的。所以你们两个走一起，现在就是偏。没有，可是刚刚有。有，我有遇到他们啊，嗯，也有遇到团团，那时候还在左下角那个观景台的时候，对，他在左下角那边，对，啊，可是我看到是，你知道我解完的时候，我看到诺英跟那个允月他们在下面嘛，然后往右边走档案室往下走的时候，在那边看到团团、欸、那你那边有鬼哦、喔嗯，那有可能是小雨那边有鬼哦、喔，我们今天就是好了，百变怪，没，因为我常常遇到团团，一直遇到团团，我去哪里他都跟我解一样的任务。嗯我想还是那时候跟巧克力修的就不是团团，对，有可能哦，不是团团哦。我这边的话，迪叔，你要不要相信我？我不要。你们选谁？反正任务已经我只剩一个，我觉得大家先完成任務。我完成了。然后波波真的很可以。我的天！两天呢、欸？我第二天啊！啊，你们玩啊？我觉得小雨那边有鬼耶、欸。小雨、允月、诺英吧，他太奇怪了。快！阿叔死了，阿叔死了，他死在哪？他死在那个，我们不是浮空台左边，然后那个左边要那个紧急任务的那个，嗯，啊，我从会议室走下来，然后就看到阿叔的尸体在那个楼梯下面了。那这一道我可以保，不知道是 Bobo 啦，因为我那时候在分化路那边，更多波户。哎，那时候是谁走过来？允月吗？我从下面刚走上来。对，对，我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我本来想说要去解那个紧急任务。嗯，我就看到阿叔的尸体在那。我那时候还在，我还那时候还在货仓桌球室。嗯，我这边可以跟萝卜互保。
追刀啦。你跟萝卜那时候在那个叫什么？因为紧急任务在跑的时候，在电房上面的一个焚化炉啊，那边有遇到。我们原本在那个叫什么货仓那边重生，跟诺英、萝卜，然后我，然后在货仓重生，然后我们有一起走到档案室，档案室之后我们走开了，之后最后我有跟那个萝卜在电房那边相遇。哇！那时候档案室我有开。反正这边是你们两个吗？你们跟哦对，放心。没气哟，哭啊！对啊，我说这一刀我可以保 Bobo 啦。嗯，那这刀很快、欸。对啊，这样的话，如果允月跟小雨可以互保，那就是正诺英了、欸。没有没有，我没有互保，我没有互保，只是没有诺英，诺英应该是在右边。我拍视频，我都在右边。我下，我觉得诺英无法下这刀哎、欸。对我不要，我过不去。我们三个都在右边遇到啊。对，我们三个都在右边。啊、那如果你们三个这样都没办法，那我就只能那个啊，就你们两个垫啊。对啊，可是你想想看哦，如果我们前面，因为我觉得巧克力这是的确是狼跳出去的，然后再回想他第一局那个巧克力踩小雨，哎，还是小雨踩巧克力，反正他们两个是互踩嘛。那这边的话，小雨的身份也是偏好。因为他第一场的话不用去踩狼，就是要想把狼跳出去。可是我觉得刚巧克力的那个票很怪、欸，我觉得被冲的、欸。我是票巧，我票巧。你票他干嘛、啊你？你为什么要票他？我真的觉得他怪怪的。你不是，哎、欸，哦对，没有你的角度，你是保底输的嘛？我没有，我因为我们前面我最初就是怀疑巧克力啊，因为他不是说他在做汉堡。可是做完保的话，一定会先从，因为经过武器室嘛。但是我没有看到他经过武器室啊。我也没有看到这个，对不？就是这个是重点啊。所以第一场的时候我就票他，然后第二局的时候就是紧急会议那边，原本因为我看巧，如果巧克力跟迪叔真的都是坏人的话，那巧就不会，他不太会就是硬把，就是想把迪叔票出去啊。你懂我意思吗？那他那时候就想说，想就不管是票我或者是票底数都 OK， 所以我就觉得他的确这边是不是啊？你用太多时间，现在是要云月跟小雨对啊，对啊，辩解对啊啊，那我这边会比较觉得小雨比较偏好，我也觉得他偏好。就你们这样听下来的话，我就只能投云月，因为虽然老实说我自己也没有什么说自己要偏好，因为我走上来就刚好看到尸体，我也没有看到其他人。说实在，我觉得现在还有两只狼。对啊，刚那个票型看的话，所以现在是对啊，反正我是投云月。快死还没解任务啊！我反正现在我只相信 Bobo 嘛啊，小雨是因为隐月跟他抉择的话，因为刚刚是说他跟隐月跟诺英走一起，所以有清除者在的话，一定是两个人嘛，不可能是三个人的、啊，一定是两个人的啊。三个人啊也是哈，三个人的话就可能是那个。怎么样？Bobo 跟迪叔刀掉那个巧克力。我的运气什么运气？不是剩谁？啊啊！Bobo 你是真的是反指标，我快笑死！啊！不是 Bobo 竟然会踩我，我真的
是很不知道，好可惜哦。你的这一局，这一局就是看到好人在那边乱踩乱踩，在旁边看戏。对啊，你们坏人在看戏也超好笑。那你会你们投自己，然后诺伊也会投你，然后你就、哦、我想说，应该就是你们两个啊啊！彪彪彪彪，你不要因为你是迷你教，全都是坏人，觉得坏人都是好人啊！彪彪，你要跟我们说什么、啊？彪彪。亚洲巧克力，对不起。这个你说，我觉得巧克力跟迪叔都有可能是狼哎、欸。请问一下你、啊，你的狼，你的狼坑都倒了，怎么还游戏还在继续啊？亚洲巧克力，对不起。我觉得你今天原本还跟我说什么要怀疑迪叔，然后最后又跟迪叔说怀疑我，我说你这。超鬼的，还有一个很好笑的点，就是波波说谁，然后到后面都不是投那一个人哎、欸。对呀、啊，哎有啊有，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两票都是很专情的，真的。哎、欸，我怎么想完啊？哎，八分之七的任务，你请问你多少？8/4，8/5，太少了。小孩很慌，小孩很慌。我按着紧急键，还提醒大家做任务，然后就看他8/5哈，我靠，结束这个任务。第一天是谁跟我一起票巧克力啊？我很讶异耶。我还有一个嘞，在乱来啊！你自己回去看，我真的就那样走，我真的就没看到是你，是你不是啊？我就小丑，我就乱、啊。小雨乱，没有，我是说那个波波啦，我知道，你说波波、而且你任务完成进度也超慢，你超奇怪。小雨跟雨苑，但小雨，如果你再讲差一点的话，你可能会被投出去。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如果今天是我跟你。对的话就会，可是因为影月他不会把我打出去，我看到来的人是影月，我就知道打不出去了，算了，把影月打出去好了。他们还讲说小雨刚刚有机会会赢的，对啊，你刚刚迪叔开我枪，我快笑死了。迪叔开你枪哦，他开我枪啊，他直接开我枪。我看到在我脸前爆掉，他说：“啊，为什么那些……哦，不对，迪叔一定是觉得我是坏人。”最白痴的是什么？我开枪，我想说：“哇，暗输了。”暗输了。没有啦，我是小丑啦。那迪叔有没有票啊？因为你真的很狼啊！我很狼啊！我还让位给你做任务，然后自己还按紧急任务，然后还提醒大家好人哪会看到人一直跑？笔记。对不起，迪叔，对不起，迪叔，笔记。亚洲迪叔，亚洲巧克力，对不起。闭嘴好不好？哎呦哎，你很骚，我像火，很骚哎，火爆，火爆巧克力。波波的狼坑呢？太可怕了！没有，我们要多想一下，你再想一下，多想一下，来，走起！哦哟，什么、啊、波波狼坑都会歪哦，注意哦，然后超歪，歪爆！还是要去看隔壁这个哦。我突然心悸啦，好不舒服啊！哎，有力，无法度，感情的路。啊！哎，走错路，休息休个头啊！啊，不看聊天室。欸，我其实刚乱点的忘记了、欸、一二
快啦，这场结束了吧，这场最后一场了吧，所以但愿，靠，我希望可以早点死。嗨嗨，死两个，死两个，一发，发发迪苏，我看到是发发的尸体，迪苏又枪输了，对不对？在枪输了，在那个机房。的一个角角里面，我是走过去的时候，一开始还没有看到，我只看到我的举报灯亮了，然后我就找了一下，他在就是机房不是有一套大机器吗？他稍微被挡住了一点点，在往上的通道下面那边。机房，对，那我觉得应该是波波把票他。是的，弟弟，你要想一下，弟弟，想一下，哎，想一下，你是什么？我是温柔可爱纯情大姐姐。票他，票他。我是出生在档案室啊，然后档案室到淋浴间，然后大厅机房就看到了这样。机房的角落，那他是不是在解那个接电线还是什么鬼的？不是不是不是接电线的角落，是那边。我也说一下迪叔，我是在观景台那时候有看到他，嗯，然后那时候有看到允月跟团团，可是是后来看到的，就是我先去观景台，然后先是团团在那里，然后我解完的时候，那个迪叔过来。嗯，对，然后我出去的时候也是没有看到团团，就是他可能往上走或往右走。我走到，所以迪叔最后是在观景台，不晓得往哪里，然后被刀了。我看到的是迪叔有往武器室走上来，因为我跟他擦肩过，然后我就往下走，经过厨房往那是哪里？片房。对，嗯、我比较怀疑团团、啊，因为他在我在武器室也是就是跟允月一起遇到那个。迪叔，然后迪叔往上走，然后跟着后面跟着是团团，不是吧？是吗？是啊，是，是吗？是吗？是吗？再想一下、欸，哎，所以你不要，等一下，我想一下哦，我想一下哦，所以你的顺位是迪叔走在我前面，就是先遇到迪叔，然后过一阵子，然后遇到你，然后你的方向跟迪叔的方向是一样的。可是我后来是走到驾驶舱欸，那我不知道，因为我那时候在厨房。嗯，我讲一下我的位置啦。我在厨房没有看到诺英哦。啊，因为我刚在厨房刚进厨房而已啊。你从武器室走到厨房的位置而已。对啊，对啊。哦，那所以都没有人看过发发。没有没有，我是觉得会不会是有，应该是亲。你是前面没有没有，可是发发尸体在啊，没有看到尸体。你想一下，对啊，发发尸体还在呢。嗯，我刚有看到小雨在淋浴间那边在接电线，小雨应该不能出这岛，小雨有点远，这应该是很久了。嗯，我差点就路过那个尸体了。而且你要想一下，姐姐是保护你的。而且你知道刚刚诺英讲的那一些，我是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怀疑，不对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经过就是从厨房解完任务到观景台，再回厨房到武器室，最后到驾驶舱的时候呢，我是有看到允月跟诺英，可是我怎么想都没有看到迪叔有走这一条路，你知道吗？就是你们的路线对不起来。对啊，就是有重叠到，但是完全我跟诺英是讲反的，你知道吗？嗯，对啊，我就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可能是你没有遇到他，因为他跟你的方向是一样的。那波波，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迪叔先再换你，所以你可能会平行线。哦，嗯，哦，大家都破票，好恐怖哦！对啊，没有，很危险的，很危险的。再想一下，各位，再想一下，迪再想一下啊，弟。嗯。繁星，嗯，你怎么突然回头？
好晕哦，怎么没喝酒就很晕？为什么？哇啊哇！他是叫我去睡觉吗？还是我网路断了？啊，其他人有断吗？哎，断线了！哎，一堆人断线啊！亚洲爆啦！真断线了。真断线了，吓死人了！我看到你们都断线了，我也是看到了。我想说，怎么一堆人离开？活着就真的剩我们五个，他们都断了。对，没错。断线的就会算他任务完成啊，对吧？对对对。有在继续，就代表鬼还在，鬼还在。我要来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是的，我是林梅，然后呢？就是我听到那个上一轮那个团团跟那个诺英的那一段就是激烈的交锋之后呢，我就跑去了厨房那边看尸体的那个，因为里面也可以看到上一场死掉的人尸体在哪。没错，对。然后那个尸体呢，就在武器库跟厨房那个中间那个门那个边边这样。哦，所以并不是在机房那边。没有，就是那个，因为我看到一个尸体嘛，然后另外一个死掉的是迪叔，所以这个代表这个是迪叔的尸体。嗯，那迪叔的那个死掉的尸体的位置，就是诺英说他最后的位置，对吧？好，那就是诺英了。那就是诺英啊。可是，我没有看到他的尸体啊，因为他被清掉了啊，他一定是被清掉了，因为刚拍桌的时候也没有他的尸体，他是被清掉了。被清掉了，那就是那个诺英跟允月吧？上一天他们两个都有说看到迪叔往那里走。嗯，而且他们两个走一起啊！我前一天的时候看到他们两个是走一起，一前一后。对，应该就是诺英的。诺英、允月跟 Bobo 三个了。为什么？你是 Bobo 是不是？你不要 Bobo 了。哦。Oh. 对啊，我觉得就是诺英的，因为听起来团团的路线比较合理一点。而且再配上你的幽灵。没错，加上我的幽灵佐证。哦，灵媒做事哎，没有用哎，灵媒，灵媒终于有用了，真的。我说的也蛮相信的，只是你们。但是我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分辨出来他们两个到底是哪个，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去找那个幽灵在哪里。哇，所以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你跟那个诺伊、啊、还有允月坏了，对，你们三个坏，你们三个坏。好，还有宝宝。阿乔，你怎么不见了？这伺服器怪怪的，断线了。对，我画面卡住。我看到两个哈基耶。对，两个哈基。我看到两个诺伊耶。你们画面刚好休息在家家吗？怪怪的。你们断线，都在一场吗？都可以，因为你们断。都在一场。在一场没有想到，在一场都第一个死，第一个死。我刚刚的画面超恐怖的啦，我真的不知道我在看什么，超可怕的。你知道刚刚最后断线前的时候，我躲在那个角落，然后只有个缝缝，那个光线倒出去在角落这样子，我就看到那个影院慢慢一点一点走过来，然后那个影子慢慢飘飘飘到前面，超恐怖的，你知道吗？你知道说你在干嘛？为什么要撞我、啊？怎么了？我断线前一秒是想要刀你，没错啦。哦，原来是这样。恐怖死了！恐怖死了！真的是恐怖死的。好啦，我是好姐姐，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又不是了。哦，好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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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局，快速局，速度快一点，但刀人时间也比较快哦。好，有两个人正常吗？换房间，换房间了，换房间了。对，哎，陷阱，等我一下，再等一下，太刺激了。
太快太紧张了，太紧张了。慢个一拍，慢个一拍，也是很快，包含时间也很快。好，包含时间25秒。嗯，好快。哎、欸，可不可以一场 skin 都一样的？好想试试看。一场 skin 都一样，那就大家都一样。对啊，有个棒棒糖还蛮好的哦。棒棒糖。对啊。找一下。长怎样、啊？棒棒糖在哪里啊？我好像有看到。中间一点。这个是不是？这个。我觉得很可爱、欸。这太可爱，很可爱、欸。棒棒糖。哦。那不是你棒棒糖是这样。你那个咸的哎、欸！你看波波都跟我讲说，他都吃这个棒棒糖。哦哦哦！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种棒棒糖？你一直讲啊！他可能不够，他可能没有糖吧。换一下，换一下。中间没有糖。他对，我们换棒棒糖。换成糖。大家换棒棒糖。对，是可乐口味的。诺伊，你有没有够甜？他去厕所。他去厕所。迪叔够甜，迪叔你好，迪叔好奇怪啊，糖在哪？糖在中间一点，中间一点。看来你不够甜啊，迪叔。对呀、啊。波波身体是黑色，然后你是绿色的。他有外包装啊。裤子啊，裤子裤子，他外包装。我这样就可以啦，这样就绿绿的。嗯，你好绿，你好绿，你好绿。这个在，哎、欸，我叫这个是，哇、哦，好好看哦，糖果世界啊，差很快哦，好有个糖的，好奇怪，我们两个，你们两个一模一样，我们差了，哎呦，天怪已经变身了哦，太像了，两个太像了吧，应该是爸爸吧，走了走了走了，超快速，好，我知道为什么没开到麦了啦，我的左键就坏掉啦。欸、好可爱哟、喔！糖豆人北极有什么任务啊？捡毛巾。啊啊啊！嗯。加杯加杯，不加杯加棒棒糖。我的世界慢下来了。哎、欸，等一下，我的毛巾。哦。感觉有人死了、欸、我画面会卡。我发现马上死人，然后马上被发现我画面，哎、欸，我画面真的好卡哦、喔，是死人了。是，你被清掉了吗？团团反方向跑，可是那不是团团，又死人了，又死人了。先讲，迪叔你先讲，在浮空台那边而已，紧闭室到浮空台那边、啊、，Bobo 现行犯，
太那我那我讲了，是迪叔，迪叔都喜欢玩这招。他我在下我滑下来的时候，上面有巧克力，还有谁啊？爸爸那个在发发，我滑下来的时候，我看到迪叔把萝卜给刀了，然后他拍刀没有他拍的比我快，没关系，我是好迷你啊，你敢投我啊？我们一起死啊！我们一起死吧！你是坏迷你，你是怎样？我们一起死吧！我们就先票迪叔，然后等迷你长大再票他。哎、欸，完美。好吧、可以。哎、欸，可是我觉得波波这边偏好啊、欸，因为其实我路上一直都有看到他一颗小颗的抹茶小糖果，小糖。哎呀，小糖果在那边。波波你好小哦、喔。反正我认定巧克力是好。巧跟发音也很好，我们那时候在左下角一起解任务。巧克力我一样的速度，超速。那就是，那就先票迪叔嘛，然后等波波长大再票啊。好啊，走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影院跟短短有遇到什么吗？没有哎、欸，没。感谢新会员，有看到人，但是不知道是谁。太多人了，我可是小朋友哎、欸。小朋友大小朋友呢、欸？朋友也是怎样？小屁孩，我小朋友呢、欸？我是小，我刚被繁星杀掉了。不是我，是团团。我知道不是你啊，我知道不是你。不是我刚看到团团变我的时候，我说啊，不行不行，我要去拍桌，然后就往上冲。真的杀人灭口。对你只能杀了我，然后被波波撞见。哦，碎的啦！原来是这样。被抓到了，好啊！哎、欸，可是我真的很常遇到两只狼一起耶，到底为什么？这场地这么大，我可以遇到你们两只撞在一起。我每次遇到两个人，我都不敢走在一起啊！我每次都是先听说哪两个人走在一起，啊、我就去拍，就去推嘛。对啊，我都是到处跑啊，然后就每次都被两只狼包围，直接被砍。我刚被杀了，画面蛮好笑的。看到团团之后，我就赶快跑，跑快跑，不要追我！然后等追了一阵子，然后被追到了。被追到了。我这场跑不走啊！这场是糖豆人。这场是糖豆人，很可爱耶、欸！而且我发现好像有人死了，画面会特别卡。你说会卡一些吗？对对对，会卡一下下。好小、哦。对，我觉得现在应该有死人了，然后。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啊？又有死人了吗？不知道，我只看到这是谁的小宠物啊，好可怜啊！又被丢在这边了，变可怜哦！啊，哦哟，哦，啊，小超死了！哎、欸，真的、欸，英姐姐啊，我干嘛？诺英姐姐刀人，我没有刀人啊。你在哪里看到？那你颜色有看对吗？在哎、欸，还是团团，还是团团姐姐，有粉色的。我没有看到你呢。我先讲。武器室前面，武器室前面。我先讲，我是警长。哦，哦呦，哦，会开枪。刚刚巧克力，刚刚巧克力，欸對啊、我刚刚诺英我把啊，波波，你讲啊。欸、对，对呢。完了，你说。那诺英，你刚刚在哪里？我最后位置在大厅接机房那边。大厅接机房，那还是有百变怪。我刚刚有可能、啊，我刚刚在那边是有，那是允月跟我还有那个发发在解那个通讯任务，然后允月变形了，不是没有，允月变形了，允月变身。但是我觉得允月是不是小丑啊？那这样允月就不是了，那就是团团啊。为什么是我没看到你啊？因为我看到是粉色啊，粉色珍珠音调啊。你到底看到是百变怪的诺英，还是看到？对啊，你整个完全很混乱嘞、欸！我现在，反正我们等他十八岁，我等他十八岁算了，我们等他十八岁。生气，完全生气，好逼哦逼哦。我先，你再想一下，你还有130秒，你再想一下，你再想一下，你想一想，弟弟想一下，弟弟想一下啊，你还有两岁哈，不是啊，不要骗我啦，哎，一岁了，七年了，你从刚刚到现在全部几乎都打一轮呢，然后你刚刚讲话都三种，那团团你在哪？你说我吗？我在厨房这边啊。
厨房，那就是诺英 啊。可是诺英，你说你在那边，没有，你是警长，你怪啦。你说真的，但他十八岁。波波，你说你在哪里看到尸体？我在武器室的门口。我没有去过武器室。厨房那里还是靠上面？没有没有，靠上面，就通讯下。对，我跟你讲，我完全没有去过武器室。我完全没有去过。那你是从哪里过去的？我你从下过去还是从上过去？机房走，然后机房去解通讯任务。通讯任务在你之前是团团啊，在你后面才是诺英啊。所以你要怀疑也是怀疑团团啊。没有啊，我一直在下半步走呢，我一直在电房、Cam 房这边，然后厨房这边解任务呢，我没有上去到上面呢。哦、嗯，对啊，因为你不是说、啊、你不是说尸体是在武器库靠那个机房那边的那个门口那边吗？可是不是哦，不是武器库靠机房门口，不然你刚武器库外面，武器库走廊那边，对吧？就是外面那边呢、啊。对，没有靠机房，没靠机房，没靠到机房那里，是不是？好，对，没靠机房，就是在那个武器库上面那个走廊那边。你刚刚是这样讲的。对对啊，我一直都在厨房、Cam 房、电房这边去解下半部的任务啊。那你觉得如何？我想逃跑跑。保险一下，保险一下。你们等一下可以那个好不好？可以那个、我跟你讲，有鬼，我跟你讲，那个、我刚刚都在右半边，就是货仓通风口，但是我现在是要到会议室，我会议室那边有一个任务，所以我必须从机房那边上去，我没有到过武器室。欸，反正迪叔跟波波出一狼吗？欸，什么保险？这不是保险吧？是啊。在乱讲话啊！你的狼坑都很奇妙哎、欸。我是被谁看？啊，我是团团啊。变形的诺英。就是他变诺英，然后来杀我。不是啊，这样子狼坑排得很出来，你自己晕掉了，被笑死。你每次都迷你那边乱盘呢。不是，我先说，因为我刚刚看到是诺英，可是那、啊、可是不是啊，就是有百变怪啊。对啊，结束了。哎呦，快笑死！我这个诺英碎啦，安全啦，熊猫团变诺英，我想说，反指标啊！不，你话没有人相信啊。因为你的心情是不是反指标啊？我刚刚画面很乱，好不好？我刚刚那个小队，我们所有死掉的人都就心有所想。对，因为是想说，哎，又是反指标。你们也是这样，我以为也是小丑露馅。没有没有，我是船员，我是觉得他这样子，那你那一笑完全，我就觉得你不会是坏人。我刚刚画面很乱哎，我刚刚真的看到是诺英啊。我下次也要笑。我们里面都是糖果，诺英打开里面有一把手枪啊！我确实是变诺英啦，只是我不知道到底咬下去的瞬间，最后是变回来我的颜色还是他的颜色，因为太像了。是诺英，好像还是诺英，还是诺英。但是你知道吗？然后诺英说他不在那边，我就整个人很懵啊！就是你这样，就是你怪怪。好啦，那你有票到我啦，你开心了啦，开心。不过真的，诺英刚才说他是警长，那其实你也可以怀疑说我是狼啊，给他变他之类的。嗯，你可以这样想，我觉得好像蛮无辜的。我是小警长嘛，不要让他想太多，会更乱。对，已经够乱了，已经够乱了，是吧？是吧？我们已经超级反指标了，不要再管他了。太好笑了！说烂什么鬼子游戏了？休息啦！换游戏。666。好啦，这个不行，我是不是真的越来越不适合开台啦？好晕啊，我头好晕。哎，不是，刚刚要躲迪叔那一段，我不知道为什么画面还是很卡，然后想说啊。要拍尸体来不及被清掉了，马上开始冲。然后想说，CD 不知道多久，应该来得及吧，就跑输了。好啦，感谢各位，这个应该也是用小剧场的方式剪吧。
反正就是短短的剪。好，就这样，感谢各位。我们看看有谁开台啊？麻子还在，走，我们去麻子台，还在吃。来啊，通通过去哦，通通哦，通通哦，这边。好啦，感谢各位啦，那我们明天阿米狗，我尽量好不好？尽量参加，就这样啦，感谢各位，拜拜。要去哦，尽量先去打个招呼嘛。那要不要待着是另外一回事啦。拜拜。